叫主人起床的方式太狠了，太劲爆了，不忍直视啊！马桶，是不是要死呢？一个箭步冲过来，直接剁他！我去！乖乖嘞，马桶你拿走！太残暴了！哎呀！别想睡！我睡个觉，我咋这么难呢？我养着你这个星球晃晃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别说话。几点？天没亮呢，干啥呢？滚！不带。哎呦！哎呦！谁打了？打！马总。马总，我滚！我都没给你绝育，你老想给我绝育，你这个星球吧你！哪里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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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葵花宝典呐！马总，马总，马总！淡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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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，淡定，淡定，有话好好说，好说。你饿了啊？赶紧一会儿啊，我就走啊！你等，赶紧一会儿，你能不能赶紧一会儿？我说话，你满场说，马桶，等一下，等，我跟你好好说。有话好好说。马桶，停！你说停就停啊！停！我说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啊？能！哎呦我的妈！不能！人家养个狗都是贴心小棉袄，你这个现在停，马龙停，终于安静了。马龙说停，不要停，我去，他还带反弹呢，你累吧，马龙你累不累？滚！我让你滚，滚！马桶，你给我滚！停！走！马桶，你信不信我把你送狗肉馆？你信不信？你送狗肉馆对他来说没用，没用。你说，你不送不送还好，一送才剁到厉害嘞。你要是再这样对我的话，我就不给你娶媳妇了。听见没？你给我消停！哎呀，笑死我了！一群马桶，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，可以。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还有谁？哎呦我的妈！